老师 Dr. from Singapore， 冯老师带你行走新加坡，到新加坡，去看各处的美食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达海渔业，叫 Grand Atlantic Fishery Private Limited 23 Fishery Port Road， 在这个渔人码头路的23号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呢买一点海鲜，啊，咱们冯老师带你来看看达海渔业的海鲜。好，澳洲龙虾，澳洲大龙虾。哇，澳洲大龙虾，多宝鱼，来，澳洲大龙虾148一 kilo 对吧？对，哇呀，好吧，这家得多少？澳龙也是龙虾肉是吧？不是，没有了啊，不是天然肉是吧？不是澳龙啊，不是零下20度啊，没有这么冷的，大概几度呢？大概是12度左右。就说没那么冷，大概12度。所以咱们的澳龙现在什么价钱呢？澳龙148。148也是知道。啊，一 kilo。所以帝王蟹和澳龙都是148。这隔壁是多宝鱼。啊，多宝鱼。啊。啊，多宝鱼在这儿。来，我拿。嗯，好。多宝鱼的价钱呢？多宝鱼是90块一 kilo。你说这个大概有多少？这个大概1.2。1.2到1.5。1.2的话，我觉得1.2到1.5有11kg啊。我们来个多宝鱼吧，多宝鱼怎么这么好吃？这个帝王蟹是98一公斤，对吧？98一公斤，就是很精神啊，它很精神。但是这个小豆腐今天不吃，下次。来了吗？就是这样运过来的，你看，来，给别人看一下。对的，有个洞洞给它喘气儿是吧？算是。哦。啊，对，我们今天不是这个螃蟹了，今天应该足够了。既然你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澳龙再蒸个5分钟，波龙再蒸5分钟就好了。好，再蒸5分钟。在处理一个很大的这个单呢，是这样看看啊，咱们的第一个边儿。应该是螃蟹了，这个洞里边还看不见，不太清楚里边是什么，应该是螃蟹。所以这个，对，然后这家比较大型的一个海鲜批发商的大海，应该这么讲。对，然后这边走过来是笋壳吧，比较多一些。啊，这边就空了。哎，啊，螃蟹。哎，笋壳，一样。我就跟这个笋壳跟那个刚才那个石斑应该，我就把笋壳跟石斑分不出来，傻分不清楚。啊，那个什么鲈鱼啊，是鲈鱼吧？鱼目鲈之类的，这是笋壳，鱼目鲈吧？好。它空了，以前有一只很大的一只野的，对，就大概就是这样的，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这些龙虾，这小小的龙虾，小的，这些龙虾。斑，这是斑呢。红斑，红斑啊，大海螺，哎，还有大海螺呢，这大海螺是怎么卖的？那我问他，就是大海螺，斑，这应该叫七星斑还是叫什么斑？龙虎斑，龙虎斑35，龙虎斑啊，石斑，没有，我分不太清楚这个斑的分类啊，这是笋壳吧，是笋壳了。这是斑还是笋壳？这个是斑啊，应该，哎，我一直分不清楚是斑还是笋壳。我对这个鱼也是分不清楚，傻分不清楚的。啊，这是本地的小龙虾，小的龙虾，本地养的龙虾。对，所以他们这边有些洞圈的带鱼啊，这些小这个白鲳啊，是
类的，所以说基本上出货都差不多的级别。这我们的美女晒完了，已经我们的价钱，所以今天买这些呢一共246.5元啊，对，246.5元，这个在这儿咱们打海的啊，标准的这个23号飞驰抛制肉的，所以一公斤的澳龙是148，咱们的那个小海螺是7.5，咱们的海瓜子儿20元，虾脯28，然后老虎虾28，然后咱们扇贝15元，所以这个246.5元吃一顿很好的海鲜，这是一批喽是吧？这是500克、嗯、，OK， 好，拿着。